韩志勋本部长他已经结婚了，看来他们两个是来真的。爸怎么办？那云要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这小子，你怎么做的每件事情都这么窝囊，居然跑去调查你弟弟？我会离婚，但是那笔尾款请会长您来解决吧，只要给钱我就分手。你怎么还啊？车跟手表全部抵押了，这些是我存下来的结婚基金。谢谢你浩准，到今天契约正式结束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我们不要离婚，继续过吧。以后的事由我一肩承担，所有包袱都由我来帮你扛。东森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结婚契约。